一，赵山河打造十三计镜台，神马善恶，紫禁城赵山河亲自操刀，给自己的十三计镜台童子拍上了神马和善恶两本兽诀，打成了全服第二支镜台神马善恶童子，技能组合非常完美。紫禁城服战队近期更新频繁，整体硬件在快速提升当中。二，160金刚怒目封印鞋出炉，晚方庭服务器新出160金刚怒目鞋子，敏捷达到67点，封印命中率加 1.82%。 对于服战风系来说，金刚怒目这个特技经常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三，129超级腰带 16.5 万交易，130级三蓝字腰带，包括愤怒、简易、精致，可以打上14段宝石，对于129顶级玩家来说确实是非常给力，最终的交易价格达到了16.5万元。四，传闻生日与八要合并，昨日有粉丝向如风投稿，表示自己看到了生日快乐要和2008合并的消息，双方有一丝合并的想法，但是并没有确定，最终的结果还要看生日快乐赵老板的情况以及千九哥本人的意愿。小伙伴们，假如生日快乐和2008服战队真合并的话，你们觉得这支全新的服战队战力如何？五，浩文团队总经验9627亿。浩文在直播过程中已经完成了192连服战的报名，五个经验最高的号加一起达到了9627亿。浩文为了保持总经验的优势，特地借了一个1888亿经验的神木凌空号进行报名。七月份浩文团队不会启用战神，与六月份服战相比，他又多了一套阵容，除了神木凌加宙斯普陀之外，他还可以打大唐点杀阵容，